谁说来到澎湖跳岛只能坐船骑摩托车？现在我们骑单车跳给你看。坐上单车，凉风吹拂，好惬意，美景一幕幕尽收眼底。第一站，我们要带您看长发公主。黑白相间的颜色，它是一个导航灯，请一个西域老师来帮我们做彩绘。废话不多说，马上跟导航指示灯拍起来。澎湖之旅不能忘记仙人掌冰，再来一份炸弹海菜煎饼，到旁边的通梁古榕乘凉。据了解，这边的树林有300多年历史。那这个一定要来的啊！任何角落都是古色古香。二坎聚落的百年古厝，保留传统闽南合院建筑，融合西洋风格，家家户户墙上还能看见包哥。人都来了，让我来念几句。香咖嗲糕你看来，每天包瓜掐你来。所谓的包歌是当地居民把心情做成歌谣，走到一半迎来阵阵飘香，古早味豆花淋上黑糖水、红豆、绿豆，还有头岛桂外皮超软 Q， 花生、地瓜内馅香浓不腻口。酒味加番薯啊，还配啊，这吃就是番薯的色啦。好吃，你这个它内馅很多。再带您一窥历史痕迹，隐藏在山里的建筑铜墙铁壁是日治时代的弹药库，两道防爆门保护，13坪大小空间放得下50000吨火药，紧接着启程迈向旅途终点。经过刚刚长长的坡道，我们终于成功来到灯塔。这个渔翁岛灯塔呢，被很多自行车车友视为是终点站，来到这里就有种登顶的感觉。交通部观光局推动单车跳岛玩法，边骑边看风景，还能享受美食。6月底前，5人以上揪一团能申请领骑服务，单车提供假借乙环，方便民众规划路线。玩澎湖又多了一项新选择。TVBS 新闻杨清波、玉品杰，澎湖采访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